那奇怪，那拢无转来。我五点半，嘛不算到遮尼晚。我五点半，伊就讲伊要算，还要加来食啥，妈妈都开开拢听讲话。迄个西瓜会使切一寡冰。即摆西瓜好食，伫个小吃店旁遐食，够好食。嗯。无落雨，所以西瓜就甜。哇。酸到头巴肚里头。酸玩到肚子饿啦。我那时候要吃一个牛角面包。还吃了一个面包。还喝了一罐波蜜。还吃波蜜，所以现在的孩子不知道夭到了。那天听王宏哲说的，说他如果他现在饿到了怎么办？你放心啦，现在台湾小孩没有这种问题啦。一般正常家庭没有。哎呀，只有吃太多的问题啊，没有饿的问题啊。那他每天的活动量不一样，你要他每餐都固定量吃那么多，他哪里吃得下？他如果真的饿，拜托你求他不要吃，他还动，他还停不了。小孩会吃不下，就是活动量太少了。你可以询问妈妈，小关，就训练他自己装饭。哦，自己装饭。牙医要看他。老师也帮我教装饭。跟你讲，小猫公爱烫到的那个边边，不是在烫吗？烫到就烫到啊，烫到几次他也不知道。但是我有糟糕，我最近有糟糕，所以刚新闻不是有报一个小女孩五岁，然后家里煮饭、洗衣、打扫，什么各行代志拢爱伊做。艰苦家庭。嘿啊，你看一样五岁啊，人家也是可以做啊。还要吃这个肉。啊，后来讲，哎，他如果添饭都只添一点点。那就给他吃一点点啊，然后后面啊，就什么都没有。自己来啊，这样是对的、啊。对啊。你干对他的生活干涉太多是不好的、啊。然后，可是他如果正常吃饭，后面吃什么都可以。啊，如果只吃一点点，后面要吃什么？你还要吃饭吗？你自己拿，看要吃多少。哇，一现在会自己拿。还会自己拿肉吃很大口，看得很好吃，我飘向北方，那是否无恙？那孤老的行囊。